这样你要又长又细呢，还是又短又粗呢？爸爸的身体，男朋友的灵魂。所以他是对他爸爸的身体有兴趣的。在我跟袁腾之间呢，选一个炮友跟男朋友。我应该会选你们。玩完了你没？系 vlog 唔系 vlog 系制作特辑。其实今日咧早晨已经拍咗一场嘅，但系就冇我噶啦，咁就入一入啲画面俾大家睇一睇咧。其实系有 Michio 同埋袁腾嘅戏嘅。多多见马先生。OK， 咁经过佢哋拍开呢一段戏之后咧，而家就转景啦。咁我就同佢哋一齐去到呢一个斯尼斯达呢一度咧，继续拍我哋即将要拍嘅嘢嘅。OK， 这样啊，终于来到这个斯尼斯达啦，老伟在欢迎。很多人看着我欢迎啦，通常我在一直欢迎耶，我家人也是在看着我，这里我已经习惯了。还有我们的女神，你没有拍下我们的女神？我不想看你玩你，走开，你走开。我问一下你啊，因为我知道你刚刚有拍床戏，你觉得袁腾怎样？他的床上功夫还是床？什么时候在这里的？他那个床的是床架，你恨到噶啦！你俾佢叫呢导演先。讲这个 OK 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 OK 吗？就这个咯。什么？okay, 我不知道你讲什么，我当然可以了。这样，现在选一个。既然我哋两个都分高啊。小孩子才做选择的嘛。你两个一起来。成年了，两个一起啊。基本上其实我哋呢一 part 拍嘅嘢咧好简单嘅，所以就冇咩 details 俾大家睇啦，都唔会亏待大家嘅。咁而家咧我就去揾拉美呢一个 Michio 咧倾下多少偈，俾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佢。OK， 来，这个不要顶着先，观众很想看的东西不顶着。我很想。先问一个通常都要问的问题先，周末今天会来迪庆这边拍戏？因为被叫来了。很简单。OK， 这样其实呢，在我印象中啊，Michio是一个比较斯文啊，好像比高贵一点啊，很有距离感啊，很有距离感，偶尔呢会有一点点傻这样的。你要不要试一下跟观众再介绍一下自己？其实你私底下是个怎样的？私底下其实我看起来很有距离，可是其实我人很 nice， 我很 bro 的，个性很 bro， 兄弟那种啊，一见到就会抱抱那种啊。看那、啊、看是谁啊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我个性会比较偏男生一点。我接下来哎，还有谁讲的？虽然他已经有男朋友了啊，有男朋友了啊，各位男朋友。这样其实你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欣赏的男性的那种理想型？我觉得要幽默啦，幽默咯，对。然后比较爱运动，爱运动对。还有呢，皮肤要黑还是白？不要太白，不要太白，对。眼睛要大还是小的？眼睛啊，我觉得好看就好，不用大还是小，有神就好。好看，不管有没有大还是小。这样你要又长又细呢，还是又短又粗呢？又短又粗。又短又粗啦 ，OK， 他喜欢又短又粗的。的手指。我是问头发啦。哦，我以为你问手臂。我手臂啊，也是可以。为了给大家看一下一些Michio的临时反应呢，我们来进行一个，也不是快问快答啦，就我问，然后你讲，就这样嘛。OK。你喜欢的颜色？黑色。男朋友的身体，爸爸的灵魂，爸爸的身体，男朋友的灵魂。一来就问这样的东西。男朋友的身体，爸爸。男朋友的身体，爸爸的灵魂。爸爸的身体，男朋友的灵魂。爸爸的身体，男朋友的灵魂，所以他是对他爸爸的身体有兴趣，不是吗？我是对男朋友的灵魂比较在意。可是你要想象哦，你会跟你爸爸一起，虽然里面是你男朋友，可是外面还是你爸爸。可是他至少还是我男朋友嘛，我没有办法跟我爸爸的灵魂。OK， 我们再问一些比较 details 啊，三围可以吗？可以，现在应该是32:21:33。是瘦了还是肥了？瘦了。怎么会瘦了呢？可能是绑牙。绑牙的话，通常会有一些东西卡在那边，所以有时候会比较不开心，双方都会不开心。白痛哎！我是讲厨师跟他，因为煮我不懂要煮什么给他吃。然后最后一个比较虐待性的问题啦，在我跟袁腾之间呢，选一个炮友跟男朋友。
我应该会选你为男朋友，有没有选他为朋友？因为他反而监视了我的那个没有，他监视了过后呢，他觉得啦，这种东西不能长期对着，偶尔一次就好。我觉得男朋友还是要幽默比较好。所以幽默那方面，你觉得我是比较有那个幽默感的？对，你不会担心他到处惹花惹草的？也还好啦，这个就是要看他了。反正现在我也不太熟嘛，两边，所以我能看到的就是，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他。完全正确，我有点喜欢，你要吃吗？我可以下面给你吃，下面给我吃啊。这样我们今天就谢谢米西欧了，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，谢谢谢谢，拜拜，要记得去 follow 他的 Instagram， 谢谢大家。在我们拍完这次他的酒吧的先之后呢，就来到一个比较没什么车的停车场呢，继续拍我们在车上面呢同样同偷听过一段戏了， OK， 我们的导演呢就选择选一个比较没什么车的地方了，虽然周围都还有很多车的，但是看起来呢没什么车就可以了。好，麦克啊。好， OK， 麦记得这边吗？风车了你啊。对，讲啦，下车啦。死定了啦你。呢一段戲咧，其實都係喺呢一個同一個北京場影嘅，就係喺呢一度啦，係就呢一度咯。在那邊，在那邊。其實我們激情是蠻多次咧，都是在車上拍戲，吃鎮啊，或者是有一些比較之前啊，我們有試過邊架一邊拍，比如講他的 grab 那一個啦。放我出去！娘嘛雞！其实拍摄在车来讲是非常困难，好呢就是有冷气了，有时候要关，因为那个声音会收到那个冷气风风风的声音，就是这样的声音。因为有时候那导演来讲，我不要有冷气的声音，你要关，除非是一些很好的冷气啊，比如讲什么鼓励啊，如果是浴啊啊就 OK 了，因为浴好。3, 2, 1, action。OK， 看这再来一个啊。那灯点不好，不好掉下来。3, 2, 1。问题是掉我这边不掉，掉那边。这个套虽然小一点，但是我勉强得了劲。拍完车的先之后呢，现在就来到我们的这个会议室，稍微认真多少的会议室。咁我问你啊，因为啱我哋问开 Michio 个问题啊，咁如果而家系 Michio 同大希啦，灵魂又翻转咗，咁你会拣边个？死得啦！咁我就比较肤浅啲嘅，为咗未来可以行得仲远咧，我梗系拣 Michio 嘅身体。但入面是大姨嚟嘅，咁咪放 brother 啦，连把声都变埋咧。Hello， 我叫 Michio。我唔拣，我唔拣啊，我唔拣。根据统计，如果男孩子23岁还是个处男，就有67%一辈子都是处男，有点难。为了营造完美的前戏，我们需要把它营造一些。焦点，焦点。营造一些流程。首先。是咩？系系话冇嘢嘅，根据我嘅冇事嘅。通常咧，通常女神咧系会睇到人哋 message 嘅，只不过 sorry 走错。没有拍正常，你自然拍非正常啦，有 cap 对方啊，逻辑系嘛？3, 2, 1, action。接下来就是氛围和选择的餐厅。以我经验来讲，如果一对男女超过3次吃饭，是超过3次饭。一对男女如果吃超过3次饭都没有互相 bargain 的话，我什么？3, 2, 1, action。Yes。OK OK。嗱，冇开心咁做啊！俾女仔印象，俾女仔第一个印象咧，关键。而家我哋需要帮你打到我，执我住。俾女仔第一个印象咧，就关键。3, 2, 1, action。嗱，冇开心咁做啊！俾女仔第一个印象咧，就系关键。而家需要帮你打到我。没啊。直接从外面那句话开始讲。嗱，冇开心得咁早啊！俾你仔第一个关键。再
来。那，莫生咁早啊？再来，年资了。那，莫生得还早啊？不要笑！俾女仔第一个印象咧就系关键，我哋需要帮你捉个重先。卡到 ，OK 啦。感谢我。好累啊。Yes！ 嗱，冇开心得太早啊！俾女仔第一个印象咧就系关键，而家我哋需要帮你捉下个圆先。好啦，经过我哋成日嘅拍摄之后咧，我哋终于都 NG 完啦，终于都 good take 晒啦，而家咧系正式拍晒佢啦。咁啊，问一问我哋好专业嘅演员啦吓，有冇试过拍戏拍到咁多 NG 啊？辛苦晒 NG 咁多轮啦，有冇试过拍戏拍到咁多 NG 咧？梗系有啦，即系唔系你喎，唔系你喎，唔系我啊，今日啦，老实讲嗰句啦，你觉得今日边个嘅 NG 训练之后咧系可以进步得好快？我覺得 Kello 佢本身已經有很好嘅底啦，所以佢比其他人嚟講就係一流。咁至於 Maria 大等等啲嘅話，我哋一齊努力啊！大家唔好誤會啦，因為係我問佢啊嘛，所以佢會咁樣講嘅。咁就大家都想聽真心話噶嘛，係咪先？大家 brother 嚟噶嘛，唔通同佢咁客氣嘅咩？咁客氣係嘛？好啦好啦，咁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呢一條片嘅話咧，記得 share 啊，同埋 like 下都好啦，關注下個 Instagram 啦，同埋我哋演員嘅 Instagram 啦，袁騰啦、Anthony 啦、大希啦嚇，仲有 subscribe 我個 YouTube channel。OK， 下拜見。